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唯一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，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，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、哦、难道这没有别的剧本、哦、怪不得能动不动就说到永恒，谁说爱人就该爱他的灵魂，否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诚恳，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，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、哦、我真想有那么的单纯，不可能，难道真没有别的可能，这怎么成、oh, I 我不要安稳、oh, I 我不要牺牲。